我们能做好吗？不会丢脸吧？全靠你了啊！喂，为什么要靠我啊？你要相信你自己才行。好，导演说让我们给队里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起来劲儿了，战斗机、轰炸机怎么样啊？你如果起这样的名字的话，谁还敢来咱们店里吃饭啊？说的也是啊，那叫什么好呢？就叫晴天娃娃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都成大婶了，被人笑死的。不会啊，你笑起来就像雨过晴天一样，和你很搭呀。对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平，希望你以后能够多笑笑。